解为我供求交错，谁来挑衅我知己无多，剑与弦歌扬醉到花月婆娑，无意将大梦撞破，又何必唤醒我，反正无人知我多经过，要让时光从此磅礴。你如此大胆，你就不怕我踏平你北漠国吗？何惧之有，恐怕你现在最担心的是在几个皇子的争宠中该怎么赢得胜利吧。巧言令色，我劝你识趣一点，放了玄儿。放了？我放了呀。来，你还愿意过去吗？废话少说，赶紧放了玄儿，不然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要是不想看到玄儿尸体的话，我倒是不建议你帮忙做的。怎么，你还没有退兵的打算吗？我可是有些等不及了。和尚，还真是不巧啊，居然在这里碰到了三王爷与赫舍皇子。原来是燕王和燕王妃啊。赫舍皇子虽然喜欢三王妃云玄，但是皇上一日未将他许配给你，你做出如此行为实在不合情理，难道你要因为一个女人置两国的安危于不顾吗？嘿嘿嘿，杨妃说的这是哪里话，我只不过是请三皇妃出来游玩，哪里会想到让三皇子给误会了。你看，哎呀，误会。没事吧？燕王和燕王妃倒是兴致盎然呀，这临近深秋，竟然有侠义来此游玩。赫舍皇子已来我大燕国好多时日，却不见想要回去的意思。莫不是因为莫不是因为什么？莫不是因为贪恋我大燕国的风土人情？不如我让皇上在宗亲里挑选一个女子许配给你，让你做我大燕国的驸马好了，也别回去了。哎，这娶亲还得是自己选啊。那赫舍皇子就尽情挑选吧，不过我燕国女子性子刚烈，万一闹出了人命，就算你是北漠国的皇子，也不可能轻易放过。燕王妃所言极是，本皇子记住了，告辞。今日你救了云玄，卖了个人情给云香，反倒让他左右为难。我要的就是云香，他摇摆不定，这样日后他想要帮助贺连城陷害我们的时候，就会想到今日我们解决了云玄的问题，既牵绊住了他，往后我们的麻烦也少了不少。贺舍出来多时，但却从来没有见过北漠国的皇上与他有过来往，联姻如此大事，他甚至只是说说而已，却从来没有正式的文书。我猜测，求婚是假，求助是真。倘若赫舍与赫连臣沆瀣一气，那必然对我国造成极大威胁。那我倒是真的有一些担心了。虽说朝中宗亲也有女子，可是多数都为闲官，无权无势，赫舍也看不上他们。可是那些手握实权，尤其是兵权的人就不一样了。现在在朝中论身份，只有冷霜灵符合，
玄儿别怕，我们回府了。姐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啊。姐姐是不想嫁给赫舍皇子吗？别跟我提那个赫舍。我听说啊，北漠国其实挺好的，虽然那里冰天雪地的，冬日里呢还要穿个七八件大棉袄才能扛得住冻。不过你可以在那里放放羊，喂喂鸡，养养猪，还能跟赫舍皇子啊生七八个孩子。别说了，如果真要让我嫁给赫舍的话，那我只有一死。皇上还没下令让你嫁给他呢，姐姐你生什么气啊？妹妹，你有办法能帮我是不是？参加赏月宴的女子又不止你一个，只要你听我的，我自然有办法阻止赫舍向你提亲。我什么都听你的。赫舍呢，确实亦属于你。三日后的赏月宴也只不过是一个幌子。不过，我这里有两种药丸。黑色的那个是可以让你的容貌即刻发生变化，白色的那颗呢是解药。你只需要在和赫舍喝酒的时候吃下这粒黑色的药丸，之后皇上定然会让太医给你诊断。到那时候你再吃下白色的解药，七日之后你的容貌就会恢复原样。你是说要让赫舍亲眼看见我的容貌发生变化，从而给他心理上的打击？正是。妹妹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这位是方将军的女儿，方姑娘。嗯，好好好。这位是王姑娘。哦，好好好好。这位是礼部尚书的女儿李姑娘。咦，你好你好。对了，这位是冷少大将军的女儿冷双林姑娘，她与越王妃可是亲姐妹。嗯，而且她的哥哥是御林军的统领。哦，冷姑娘，幸会啊！还望赏脸，敬你自便。那你们就先聊着。多谢贵妃。冷姑娘好酒量呀！今日中秋佳节，你我在此相遇，不妨我们再饮一杯。
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喝了贺舍皇子斟给我的酒，就成这样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，你再哭，小心皇上让你嫁给贺舍作为赔罪。燕王妃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回父皇，姐姐的脸好像有一些不适，需要回府休息一下。来人，速送小姐回府，并让太医去府上给小姐诊治。是父皇。掌中开花温柔似缠绵，万千柔肠对错难分辨，相思如隔夜夜，长相在耳边，记忆如风缠绕心事乱，万语千言谁愿听得懂感叹，若隐若现爱在愁里面，若隐若现爱在愁里面。如舟皆为我觥筹交错，谁来挑衅我知己无多，剑与弦歌扬醉到花月婆娑，无意将大梦撞破，又何必唤醒我，反正无人知我多经过，要让时光从此磅礴。还好刚刚姐姐没有穿帮。是啊，之后的事儿你打算怎么解决？现在就是个好机会，我本来想着哪家小姐遇上就算哪家小姐倒霉，不过明天你就要和那个云姬成亲了，现在看来就只能选她喽。你说真的？怎么，你舍不得？我有什么舍不得的？我不信。讨厌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，原来你还是个登徒浪子呢。贺舍王子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？阎王是在看我的笑话吗？这话说的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多谢阎王。贺舍王子，本王有件礼物想要送给你。啊，是何礼物？随我去了便知。好啊，带路。阎王，就在前面，别急啊。什么礼物，这么神秘？我知道你喜欢云玄，可是云玄毕竟是我大燕国的三王妃，三王爷怎能舍得？不过，三王妃有一个双生的妹妹云姬。云姬，不是已许给你做侧妃了吗？我们并未行聘嫁之礼，
她也不是我的侧妃。你若是喜欢，我可以说服父皇许配给你。哎，你怎知道她能入我眼呢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她的样貌神态与云玄一模一样。啊，当真？一看便知。快带路。此处便是。哇，快让我进去。爱妃啊，嗯，你瞧瞧今日这月亮真是格外的圆呐。嗯。起来。跪下。皇上。何蛇。色胆包天的狂妄之徒，你居然不顾两国的颜面，胆敢在我大燕国的皇宫里强占民女啊！朕今天要是不严惩你一番，你就不知道我大燕国的厉害。拖出去。是。来人。哎，皇上，这带走。这车子是哪出戏吗？让我。云姬，你还未与燕王成亲，怎能做如此行径？你，听说云姬疯了。真没想到他会发疯，我以为他的内心很强大的。不过，我是不会和别人分享一个夫君的。你只能是我一个人的。这已然是死局了。难道他早先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入了死局？想必他还想着一步登天吧。不玩了，下棋果然不适合我。清蒸鱼来了。喂，我是北漠国王子，不是要饭的。你回来，我要喝酒。这一杯我敬妹妹与燕王。这次啊，要是没有妹妹出手相救的话，我恐怕就真要被那赫舍带到草原放羊去了。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客气。这次也算给那个好色之徒一点教训了。这个赫舍真是色胆包天，居然敢在皇帝的眼皮底子下废李云相的女儿，活该他被下大狱。来，喝酒。喂，你到底吃不吃？不吃我端走了啊！哼，你以为这是哪里？我还给你弄只烤全羊。哎，给我放下！老子说不吃了吗？给我放那！陛下，您就不要生气了，这事情都发生了。这个可恶的赫舍，竟然敢在皇宫里做出这等龌龊之事，朕真想一刀宰了他。陛下，您因为这点小事儿气坏了身子，那可划不来。启禀陛下，赫舍跑了。什么？不是老弟，这一下午我就跟着你在这绕来绕去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那你还想不想保命？想啊，所以你得帮我送出城啊。你倒好，
带着我在这绕圈子。想出城是吧？啊，好，那你随我来。查逃犯，所有人不得出入。你不是想出去吗？你也看到了，别说是你，现在连只苍蝇都飞出去很难。那咋办嘛？王总，快走快走。哟，几位军爷在这啥？都别动！御林军在此搜查逃犯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刚才听你说什么逃犯？宫里怎么了？别提了，贺蛇跑了。跑了？跑了？今天晌午从牢里越狱了。这贺蛇难道有三头六臂？刑不到牢他都能逃跑？可不是嘛。此事却有些蹊跷，皇上恼了，下令全城搜捕贺蛇。你们吃完早些回去。怎么样？走。搜。是。没有，接着搜。是。江中开花温柔似缠绵，万千柔肠对坐难分辨。相思如歌夜夜长相在耳边，记忆如风缠绕心事乱。爱在愁里面，若隐若现，爱在愁里面。